我卡洛斯格罗之子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地狱豪。愤怒、仇恨、恐惧，他们是战争的武器，大酋长的工具。 我看到了，这个世界的未来由部落所统治，我的部落，跟我一样，看看恐惧、绝望和怀疑的面目吧。我需要目标。 无法成功，你的目标毫无希望。正统部落将会获胜，我已经见过，他让我看过，我看到巫山血河，我会得到我的世界。我不能像这样结束，我曾。 在这里，英雄。睁大双眼！哎呀，这些年来折磨潘达利亚的恐怖东西，就只剩这样了。它曾散发出的黑暗，终于停止了。 哎，跟我来吧，英雄，让我们回去恒春谷。只要我们能跟某个人说上话，我想他会对这些事态的发展特别感兴趣的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 真让我失望，卡尔洛斯。你不配继承你父亲之名。你不能独自判他的罪。我不会让你带走他。我们都被他的暴行所害，我的人民。 更是如此，让他在潘达利亚受审，我们一起在那里进行审判。现在的部落比以前更需要真正的大酋长。是的。 但是在这场疯狂中团结部落的人是你，是你保护了我们的荣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即你的领导，我愿追随。我如此卑微。 会全力以赴，为了部落。我要与你们大酋长说话。我代表部落。
好吧，部落犯下了可憎的罪行，沃吉，但你们有些人反抗了卡尔洛斯的暴政，因此我愿意终止无谓的流血。但听好了，如果你的部落像卡尔洛斯一样违反荣耀，就等死吧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暗卯绝不放弃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？重建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。先祖，音乐场再也不会由国王来统治。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时间，金钱，你懂我意思，让我来烦恼就好。今天好吗？ Hello，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很荣幸能侍奉伊鲁恩。敌人，我们离家园很远，尝到我们的怒火。保持警戒。暴风王室的血脉已经恢复了，我们的王国将再也不受蒙蔽。和平不一定能如愿达成，愿魔法保护你。铁卢堡不只需要我们的魔法，还有我们的力量。你好啊，再会。亲爱的皇帝，成功了，你曾努力对抗的黑暗已经从潘达利亚永远永远地驱除了，但是代价无比的惨痛。别为这里受到的破坏感到绝望，你们成功驱散了被我深锁的黑暗，你们向潘达利亚展现了真英雄的力量。但疑问仍未解答，我族为何而战？我相信你们学到了，因恐惧和愤怒而作战，就像是一场永不止息的战争。面对恐惧，平息仇恨，寻求自我的宁静，来与身边的世人一起分享，这些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宝藏，这些才真的值得一战。谢谢你，亲爱的皇帝，谢谢你。最近怎样？千万不能绝望。记住，力量有许多形式。